程当中有相当多的辛酸史哦。而村上隆先生的创作灵感呢，多半是受到日本动漫的影响，专注于御宅族文化，真的一直吐舌头啊！我想要吐舌头。所以他为超扁运动的创始人呢，而以日本卡通动画和动画为基础的流行作品，在各国都受到高度的评价。哦，多舌头。就充满了话题性。当然，他自己呢也有工作室，旗下艺术家吐高一点比较像。往两边延伸，吐高。他一直吐，他一直吐舌头就不能够那个啊。